大千是念过博士的，所以大千对于这个整个过程应该是很熟悉。那最让人觉得奇怪的就是蔡英文的博士论文，这个大小姐你知道吗？她当初大小姐，然后其实一路上书也念的还算是不错了，这个家境又很富有，环境又很好等等，一路上职场也都很顺利。那有这么倒霉吗？全部都把她的这个博士论文弄掉，是针对性吗？我看到你的就把它丢掉，看到是不是有点针对性啊？怪怪的，对不对？好，林环祥教授2019年5月展开了这个调查啊，只要这个 LSE 系统的线上图书系统都查不到蔡英文的论文啊，这是第一个很古怪。然后就追问了哈，伦敦大学总图书馆，好，高等法律研究所的总图书馆，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三个都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然后就更怪了，两个月之后 LSE 的线上系统就突然查到了，两个月前没有，两个月后突然冒出来了，他赶快去问啊，怎么搞的，为什么现在有。校方说蔡英文的论文是6月28号才送到，注意哦，五月查的时候没有，就是不是蔡英文团队啊，有人去查哦，赶快去送，6月28号送到，所以他7月的时候发现，哎，突然又有了啊。总统府说什么？学校弄掉了，不干我们的事嘛啊。三个都弄掉，是刻意针对你吗啊？论文纸本遗失不是学生的责任呐，就是学校弄掉啊，所以我赶快去补啊，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我要先讲一下，就大家都知道彭文正他的立场其实并不是蓝军的立场，那么。追查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位教授贺德芬教授，他也不是蓝军的立场。其实贺德芬教授长期以来 是支持党外、支持民进党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大念书的时候，还跟贺德芬教授对抗过。所以今天这些不管是彭批或者是贺老师，他们去追查这件事情，跟蓝绿一点关系没有。彭文正很绿，他们只是对，他们只是基于一个学术人士的道德良心跟尊严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念过博士的时候，其实那段路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说博士的这个名字不容许像蔡英文做这样的操作。那我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大家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蔡英文的这个博士论文会让外界有这么多的疑点，就是当你通过了博士资格考，当你这个完成了相关的程序，然后你也完成你的论文，然后你通过了博士的口试之后，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因为在口试的时候，这些口试委员会有很多意见叫你修改，你修改完了之后，你要给你的指导教授签名，签名完之后，你接下来的程序是什么呢？我当年接下来的程序是我要去把它印成这个纸本，而且我要交进学校，如果我没有交进学校，我拿不到博士证书、毕业证书的，这就是一个一般的标准作业，我要交进学校，我要把这个 hard copy 我的这个纸本印出来，所以我自己印了装订本，可是那个时候我印了20本，我记得我留了10几本在手上，我送给了我的每一个指导教授1本，我交了3本回学校去，所以是要完成这个程序哦，没有这个程序你就不可能毕业了。那第二个就是说，除了当时我们做纸本之外，我们当时有被要求还有电子档，那在蔡英文那个时代也许不是电子档，他也许是会用微胶片哦，就是我过去在写论文的时候查过很多更古早的论文，它是备份在微胶片上，就那种就缩影的那种胶片哦，你要用特殊的机器去看，然后才能把它印出来。但是事实上，不管是纸本或者是微胶片，学校不可能不留备份啊，就不可能说完全没有的，这个真的就是说不过去了。那么如果今天这个照总统府的说法，说伦敦大学表示是由伦敦大学当时因为跟伦敦政经学院还没有分校治理，所以是由伦敦大学来掌握这些资料，那简单啊，那就请总统府把叫伦敦大学把相关的所谓他们认为的论文考试报告、论文著作权提交表跟那些相关的资料公布一个纸本给我们看一下嘛。你没有论文，你这些东西不是你说还有吗？不是握在伦敦大学的手上吗？你为什么不敢公布一下呢？公布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大家就以招公信，大家就杜绝了所有的谣言，可是你到现在不敢公布啊。然后第二，伦敦大学是一个 多了不起的大学，你现在告诉我说他就这么巧 保存了蔡英文的论文不见了，不但是纸本不见了，连你应该有的类似像电脑档案、像微胶片都没了，不但有这么巧的事情吗？不但都不见，而且前后的说法又都不拢。对，这有这么巧吗？我完全无法想象，就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我在 Ohio State 毕业的，我的论文现在在 Ohio State 还可以查得到，哪怕我的纸本在图书馆里头不见得找得到，可是你只要上网去输入我的英文名字，你一样可以找到我的博士论文。对啊，不管是你的或是马英九，马英九的论文也在哈佛这个大学的图书馆啊。我的意思说，要查是都可以查得到嘛。而且更妙的是哦，你知道，小王，像我们念博士的人，我们好不容易写了一个博士论文。
这个博士论文哦，你是呕心沥血把它写出来的，你一定先留个几本自己做纪念吧。跟女人生孩子一样，一辈子忘不了那个痛。啊、你花了多少年？我花了五年才完成一个博士论文，我现在不留个十本自己做纪念吗？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蔡英文说你手上一本论文都没了，那你到底当时是怎么看待你自己的论文、啊？我跟你讲，这有也就罢了，因为他那个年代哈、哦，说实在，影印啊各方面的电脑技术比较不发达啊、哦，他没有保存。OK， 好，这我接受。你总不会论文题目都记不得吧、哦？啊、嗯，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讲嘛，呕心沥血哈、哦，难产写出来的论文，你知道写论文是对一个人是很大的一个折磨。而且老兄，你知道，就像我们写完了论文，我都很希望我的论文能够被更多人引用、嗯，因为那可以提高我的学术地位。对，那我从来不可能，我没有见过一个人把论文写完之后，把自己的论文选择不公开。我就觉得这就更怪了，你为什么不公开呢？有啦，那种抄别人的通常不喜欢公开。你做的研究如果是经得起检验的，你当然以你当时的这个状况，你要回台湾教书，你当然希望你在学术界有你的地位，你的论文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怎么不公开呢？他公开他想公开的，有一些呢就是不能公开哈、哦，这个部分也没有什么好的说法。不公开就是不公开啊，你要怎样就是这样子哦。这个部分我们稍后来谈，特别是我们看到。题目都不一样，题目都会记错哦，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哦，还有它不公开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大家，你们真的在乎那么在乎蔡英文的论文真假，还有这个博士身份的真假吗？如果蔡英文他的博士是假的，是应该立刻下台吗？他会下台吗？啊，大家是不是真的像我们一样这么关心蔡英文的论文的真伪呢？好，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哈，真的很多网友就觉得嘛，我挺你是因为你的政党色彩，我就挺民进党啊，啊，管你什么论不论文，也没有规定当总统一定要博士嘛，大学毕业就可以哦，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说实话，还是有些学术良心啦，还是有些作为一个基本人类的一个良心嘛，是不是？更何况他当到我们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啊，所以董哥，你看你记不记得哈，什么东西公开？论文本身公开，为什么2019年哈9月23号，蔡英文被逼得没办法，总统府开一个漏漏藏的一个记者会，拿出了厚厚一本，有没有散装论文呐、啊？然后告诉大家没问题，授权国家图书馆给公开啊。所以呢，你如果上网哈去查的话，是可以查得到，当然要花一番功夫，不是那么好查。所以大家很厉害，立刻去看，哇，里面有444个错字啊，啊，美式英文并用啊，你不是在英国拿的博士，怎么会有美式英文格式混乱啊等等。蔡英文说，因为35、36年前的论文，那时候是用传统打字机，错误在所难免。我觉得这个理由呢，算是可以接受 ，OK。但是这个公开。这个为什么不公开？也就是说呢，蔡英文和光宗耀祖从国外拿了这个论文回到台湾之后呢，他去申请政大的教职。那政大呢，就每个老师就有一本学术档案。这学术档案就是当初你申请教职嘛，你递交的所有文件啊，你的资格表啊，你的论文啊等等，一包嘛，每个人一包啊，包括你从什么管道进来。昨天我跟大家讲，蔡英文呢在政大教书，领的不是政大的钱，领的是教育部的钱，因为他走的是教育部什么什么归国，这个归国学人，这个回到台湾，这个去贡献等等，走的是这个系统哦。这个系统就是疑点重重，等于是开了一个偏门哦。那他的这包学术档案里面有包括他的论文，就是蔡英文当时递交给政大，我博士，我可以再来这边教书，还填了很多很多表格等等。教育部把它按照机密封存30年，极机密才要30年，密的话只要10年。这份文件明明是密，但是教育部硬要封存30年。赫德芬提告还败诉哦，还败诉。那请教一下，这边论文你可以公开，这个论文你为什么不能公开？合理的揣测，这个才叫做原始党蔡英文的原始论文。这个会不会是哈别康之后呢？哎，重新给他怎样整理一下、删写呀，重新弄一下，这个东西原始党拿出来会不会就事情大条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你能够想出什么其他的原因吗？啊，韩冰，你能够想出什么其他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学术档案机密封存？它是怎样一公布之后，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安危就有问题吗？我觉得这个郑春吉老师讲得很好。这个哈国安问题耶，论文博士是蔡英文的软肋啊。这个如果花钱收买，把柄落在英国人、落在美国人的手上，就可以予取予求，叫你吃来猪，你就要吃来猪。他政大的这个学术档案哦，有人说为什么他不能公布呢？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当时蔡英文曾经是直接在国会里头说我是中国人的，所以会不会他整个是以中国人的观点去写了一个学术论文？那如果现在公布出来的话，就跟他现在政治立场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没办法公布，因为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感谢国民党是吧？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因为他当时其实完全
看起来就是一个国民党的人，他跟李登辉走得比较近。我看到网络上有一篇这个文章哈，当然就是也是也许是带风向。他说这个论文原始档案论文有大量的颂扬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够见光。当然这个没有经过证实。我觉得以那个年代的氛围是不太可能的。他如果直接在他政大的里头直接颂扬共产主义，我看虽然那个时候已经解严了，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有问题。恐怕不会这么多东西被保留下，我反而倒是认为说，他是不是宣扬了很多大中国思想的东西，才比较有可能说变成国家机密，必须要藏起来，必须不能让人家曝光，不然的话就跟大千刚的旨意一样，任何一个人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做了这么多的学术的著作，你知道，任何一个人如果我的论文是被全世界更多人引用，我是非常光荣的。对啊，那居然有一个人认为他的不管是论文也好，他的著作也好，希望永远没有人要看到。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啊？难道他是间谍吗？他是匪谍吗？还是他就是民进党最近一直在查的廖北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他的东西都不能公布？对啊，要不然如果这么光荣的话，说不定都应该进入课本啊，进入大学教材给大家研习一下。一个能够拿到 1.5 个博士的论文，那个基本上要拿诺贝尔奖都不是问题，而且是名校哎。是啊，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他的论文出来应该是石破天惊，被全世界歌颂。那甚至很多学霸权威都要引用他的论文，因为结果他居然是成为秘密，还是因为太先进，蔡英文的理论思想超前我们2000年，所以一般人看不懂，所以公布也没有用，是这样的意思吗？就是他在那个在国土里面是有公布了，但是这个学术档案就不能够公布了，这个学术档案大家就怀疑这里面才有论文的原始档嘛。所以我一直觉得蔡英文总统要解决这个纠纷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把你所有的资料全部公布，对呀，然后告诉我们的教授是谁，你的口述委员是谁，让大家去查证，这个当年就解决了，对，不用拖到这么多年了，超级简单，对不对？对啊，那到底有什么秘密？正常来讲的话，我今天如果我是指导教授或者我是口述委员，我培养了一个国家级的总统出来，这是我的荣耀，对。正常来说的话，我如果做这件事，就算蔡英文总统不说，我还会跟人家讲说，那个某某国家总统是我教出来的。结果居然没有人提这件事，然后他也不愿意告诉人家他教授是谁，他唯一提一个，只是他以为他死掉了，不然他也没提。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真的这个里头的猫腻真的很多。可是我比较遗憾的是，我认为这恐怕跟尹清峰命案一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